《南柯一梦》改编自明朝剧作家汤显祖的《南柯记》，然后我们这次的演出将用这个戏曲的本质的文字，然后用当代话剧来演出，这是前所未有的，也没有人做过。我希望观众跟我们一起入梦，去想想看什么是梦，什么是真实的人生，到底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梦里面，或者是到底我们要追求的梦是什么。请来观赏今年新加坡国际艺术节《南柯一梦》的演出。